油条条，欢迎光临，你来到我的神秘小厨房，甜甜的焦糖，弹弹的布丁，蛋糕上也都撒满了枫糖浆，甜椒橄榄卷心菜，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，甜椒橄榄卷心菜，和我一起做美食啦。闹钟铃铃铃，快快起床，太阳好像是金灿灿的煎蛋，汽水咕噜噜，爆米花棒棒，一口咬一口全部吃掉，牛奶蓝莓冰淇淋，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，牛奶蓝莓冰淇淋，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，小朋友们快快来吧，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，小朋友们快快来吧，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，智慧树上智慧果，智慧树下你和我，智慧树前做游戏，欢乐多又多，创意变变变，哇，创意变变变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，咕噜咕噜，大家好，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。哎，来认识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可爱的小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夏雨晴，今年十岁了。我四岁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周雨轩。周玉轩今年四岁了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好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找一找材料吧。左手工找材料，我们一起找材料，接下来呢，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创意喽。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乐器。哦，乐器。小琴同学，你会乐器吗？我不会，但是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喜欢唱歌。你喜欢唱歌？那我们知道，我平时唱歌的时候肯定要有乐器伴奏，乐器伴奏，对不对？都会有哪些乐器用来伴奏呢？有钢琴、小提琴、架子鼓等等。哇，说的真好。来，小朋友，雨轩，你知道哪些乐器啊？我最喜欢小汽车。最喜欢小汽车。在幼儿园里，老师是不是教你们唱过歌呀？嗯。那他用什么来弹的呀？有钢琴。啊，有钢琴，说的真好。我们有钢琴。哦，你会弹吗？会弹钢琴。这么厉害呀，好棒啊！那小咕咚，你知道哪些乐器呀？小咕咚知道有二胡、马头琴，还有大提琴、小提琴。哇，太棒了！有这个民族乐器，也有这个西洋乐器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那红果果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彩色的卡纸，接下来呢，就做出你们自己认识的或者是喜欢的乐器，好不好呀？好。好，我们动手来做吧。嗯。那今天呢，我和玉轩小朋友共同来完成一种乐器啊，因为它比较小，你来帮帮我好不好呀？好的，那你就沿着这个鼓把它画下来好不好？嗯。该是提醒小朋友们不要走开，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哦。你把它粘上去好吗？嗯。等一下啊，我给你这个背胶撕掉，你给它粘上去啊。中心位置。这样的。对，粘吧。大家做好了吗？我的完成啦。粘吧，小咕咚，我们的也完成了，哈哈。先看谁的？先看小咕咚的吧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小咕咚的。嗯。小咕咚做的是钢琴，哇！看看，嗯，
这些呢是黑键，然后别的地方是白键。哇，好棒呀！然后这个黑键还是用这个黑色的卡纸粘上去的吧？对。哇，好有创意啊，小骨头。那来看看我和玉轩小朋友一起做的。哎，来，轩轩，你把它举起来啊！大家能看出来我们做的是什么乐器吗？小汽车。小汽车，你最好喜欢小汽车。好可爱。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咚咚咚咚咚。小鼓是不是呀？对。小琴做好了吗？我做的是一个木琴，这个它是每个颜色每个键盘敲一下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。啊，这个木琴的这个木片啊，它长短不一，所以敲打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有高有低。对，能敲打出哆瑞咪发嗦拉西哆。哇，好棒啊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加大难度了。刚才我们做的这些乐器能发出声音吗？不能。不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会发声的乐器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做会发声的乐器，一起来。神奇敲敲声。快乐动动脑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玩创意。好，各种各样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动手来做，好不好？同样还是咱俩来一起做，好不好呀？好的。第一次我和玉琴一起来合作。那你来帮我在这上面画两只眼睛，会画吗？好，你来画啊。先给它穿进去。一个上面绑几个呢？还是都绑在一个上面呢？都绑在一个上面。画好了，哇，画得好好呀！哎，一起你看，这里有这个小木棍，还有这个笔，我们用什么来做它的摇铃棒呢？我直接用笔吧。好的，用笔吧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固定上去。该是提醒小朋友们不要走开，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哦。你先帮我扶住它。好啦，我们做好啦。来试试。好玩吗？那我跟玉轩小朋友做的，我们先来展示一下吧。我和他呢是用这个废旧的彩色的塑料瓶盖啊，粘在这个长条的里面，然后这个一拉一缩呢，就发出啪啪啪的响声。玉轩小朋友是爱不释手啊！别看材料简单，这个做出来还是很好玩的，是不是啊？很棒哎！那你们做的是什么呀？看看我们做的是摇铃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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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吧，我们来一个，我们组一个乐队吧，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小星星吧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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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。能看得出来啊，我们的孩子们非常喜欢乐器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乐器呢，好听的声音，好听的乐曲，能给大家带来许多的快乐，是不是？特别好。那最后呢，让我们喊出今天的口号，好不好？好。让我们一起说，创意变变变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泡泡正在外太空与你进行对话。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我是未来勇士。
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棒呢？还在等什么呢？快跟着我一起来吧。哥哥，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，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。手张开，像小鱼一样转个圈，反方向再来一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摇摇头，摆摆手，扭扭腰，踏踏腿。我看到了，你们做得非常棒。你们瞧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快看，天空中飞翔的是谁？是鹰，它拥有宽大的翅膀，振臂间展现着雄壮的姿态。鹰在空中飞翔时，常常展示出优美的翱翔姿态。它们可以在空中盘旋、翻滚、俯视大地，仿佛它是蓝天的主人一般。我们也来模仿老鹰在天空中盘旋的样子吧，像彤彤哥哥这样，双手伸开，左右慢慢摆动身体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这样我们也变成在天空中飞翔的老鹰了。鹰最厉害的绝技就是它俯冲抓捕猎物的能力。当它发现猎物时，便会高速俯冲，精准地抓住猎物。我们也来模仿老鹰俯冲的样子吧，像彤彤哥哥这样，双臂向上举，弯腰俯冲，再来一次。双臂向上举，弯腰俯冲。鹰在接近猎物时会展翅滑翔，然后大幅度地展开翅膀，利用爪子抓住猎物。鹰的爪子具有强大的抓握力，一旦猎物被抓住就很难逃脱。我们也来模仿老鹰捕猎的样子吧，像彤彤哥哥这样，原地跑起来，伸出双手抓住猎物，回来，再来一次，伸出双手抓住猎物，回来。之旅，你们玩得开心吗？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，手打开，放松，放松，再来一次，放松，伸出你们的大拇指，真棒，真棒，你们太棒了。
指挥中心，琪琪即将登陆火星。收到，祝贺你宇航员琪琪。不过琪琪，电影要结束啦。哦，电影？什么电影？啊？哦啊！哇，今天晚上有流星雨，而且是33年一次的狮子座流星雨。哇，太棒了！我们晚上一起去小山坡观看流星雨吧。好耶！听说对着流星雨许愿很灵哦。我想画下美丽的星空，我要驾驶航天飞机上太空和流星合影。哇哇耶！琪琪怎么还没来？我们给琪琪留个位子吧。你们看，那不是流星吗？琪琪，这是飞机云。现在是白天，白天怎么会有流星雨啊？别担心，我帮你向流星许愿了，你长大后一定能成为宇航员的。我们在照片上给你留了位子。我有个办法。快来。好吧，木木，那麻烦你把我画上去吧。大家去哪儿了？希望琪琪会喜欢这份惊喜。彤彤，你在家吗？琪琪来了。我是来玩照片的，我想通了。快快快，藏起来，躲起来，快快快！把我画上去吧，画得帅一点哦。哇，大家都在呀。是啊。小心脚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些东西是干嘛的？是个。别担心，没有问题可以难倒琪琪。小优，快来帮帮我们。小朋友们好呀。小优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优，我弄坏了朋友们的玩具，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好它？修复玩具有办法。咦呀，千纸鹤。虽然被踩扁了，这也是折纸五角星，不是千纸鹤呀。剪刀，剪刀只能把它们剪得更小，不能修好它们。还有最后一个星星灯罩，可以用星星灯罩代替坏掉的小星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？我选星星灯罩。我们一起帮助琪琪。到了吗？到了吗？我们要去哪儿？这是大家为你准备的惊喜。这些是我们修好的星星灯串。看，是流星，和狮子座流星雨一模一样哦。琪琪，我们快和流星合影吧，这次可不能错过了。谢谢你们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流星雨。快看镜头，3、2、1，美丽的流星划过天空，小小的心愿人人播种，闪闪的流星点亮夜空，肩并肩手牵手实现心中梦，我们的